小节主要练习我们跳跃的动作，我们先做一次手臂的练习，向上打开，抱住头部，腹部向下。好，我们转换身体的重心，向侧两边去感受我们重心的移动。再一次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准备新动作，向侧四次开腿跳，向前点跳四次，换另一侧，保持我们脚踝的弹动。好，现在向两侧加上手臂，再一次手臂向外伸直打开，再跑一遍新动作，向两侧抬交叉手臂，尽量小腿踢到我们臀部，感受身体的重心向下蹲。新动作，我们向侧点地，原地点，加上之前的手臂动作，上侧腹部向下，最后一次。好，两个动作加在一起，向后踢腿 go， 原地点跳，保持我们脚踝的弹动，非常棒，向下改变身体方向，我们向前原地点地动作，两只腿交替向后退，上侧边新动作，向下深蹲，注意我们的掌心开合，大腿内侧向下。保持住，加快速度 go， 坚持住，将我们的核心收紧，好，把这个动作连贯的跳跃起两次，开合蹲，再一边开合，坚持住，加油，开合打开，向两侧，脚下不要停下来，坚持住。好，我们大连贯在一起，向侧打开，还有一边，向侧，感受我们的臀部前进，侧步，手臂点刺向上，加油，坚持，再后一遍 go， 向下。合蹲，交叉前进，不要忘记哦，点定向上，保持我们身体的弹动，向后行，再后一次，让我们感受身体结束向上。和我一起感受这个节奏，我们向上，肩部抖动，前后，再做两次，感受胯部和肩部上下。好，我们向前前进 go， 这次转手向后退，继续 go， 向后，新动作，向侧步走，屈手向下用力，换一侧，摆动我们的手臂向上，换一侧，新动作，转动手臂两次，转圈击掌，再一遍，
转动。继续，把我们肩部幅度变大，动，非常棒，新动作向侧，快速向下 ，Go， 转动手臂。变换了，领动作。手臂伸直向上，有效的告别我们的掰掰肉，摆动，转圈两次向上，我们从头开始，向前一次抖肩，转动胸椎，活动我们的小臂，干，站好，撑背，侧动作，将我们的手臂伸直，用力向下，非常棒，坚持，手臂向上，还有一次，摆动两次，发起击掌。好，八字，好，跟我一起降下来，嗨，放松，摆动我们的胯部，向下，向下，控制，调整我们的呼吸，最后一次，准备好了吗？连贯在一起 ，Go， 站好，跳跃，走步，向侧走，伸直手臂。摆动手臂，再大一点 ，Go， 跳跃，向侧，加油，放出向下推，转动手臂。Now I feel better. Me too. 和我一起，双手握拳，快速向下屈髋动作，准备格斗。往前冲，第一个动作向前踢腿，后蹲三次，好，我们落地换脚，另一侧，下一个新动作，和我一起向侧转身，加大我们身体胸椎的幅度，保持平衡，新动作向侧步两次，踢腿，继续 ，Go， 屈髋两次，蹬出去，新动作向前扣膝，发力，我们所有的核心绷紧，向上屈膝 ，Go。准备，我们要将踢腿、后蹬和我们旋转加在一起，打开向侧，向侧边移动，蹬腿，我们准备再一次连贯。向前踢腿 ，Go， 旋转身体，向前，后，打开，侧步走两次，蹬腿，向前扣膝，坚持，爆发力。呼吸一次，再一次连贯 ，Go， 打开手臂，旋转，向前，后，侧，转动身体，保持我们的重心，
屈髋，两次蹬腿，感受到臀部的紧张吗？向侧靠膝，爆发力向上，加油！最后一次，调整呼吸，加油 ，Go！ 打开旋转，向前踢腿，坚持住。侧步踢腿，脚跟向外蹬，膝腿向上，最后的爆发力，加油，用力向上吸，最后一次。好，跟我一起双手握拳，抬起手臂，上下。好，我们点步做一个动作，挺开我们胸腔和臀部，向前踢腿，加大幅度，新动作向两侧 stepping， 向侧两次 single single double， 单次将我们的胯部顶向另一侧，熟悉这个节奏，准备加快速度，手臂的动作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向下，继续两侧的动作 double， 向侧，加快速度，单臂绷紧我们的手臂，胯部摆动，新动作向下，准备转胸腔四次，摆变，抖动我们的臀部，向前四次，前后单边手臂向后做一个画圈，准备好了吗？一定要记住这个动作，因为等一下我会加快速度，准备加快 Go， 两次手臂转圈，腹部收紧，继续从头开始，向下，向后，快速燃烧我们的脂肪 ，Go！ 向后四次，加快，坚持，继续前面做，最后两遍，可以吗？我们再来一遍，大连向前，向前抬起你的头部，上下。手臂，嘿，加油！胜利就在前方 ，Go！ 转动胸腔，让我们的臀部快速燃烧，保持我们的胸部转圈。